收到你们的这些信了，我回头签名发给你们，去邮局。 OK， 今天又收到了三个信封，两个是给国外的朋友给信的，是给我寄的，给他们签名的，一个是咱们中国广东省的，然后让我给他签名，然后回头发过去，去邮局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加油，等一下我签名，谢谢。 放进去，需要包硬一点，别给它弄坏了。放着吧，还有两份这国外的朋友。